導師咧就指導我哋做一棵樹咁樣嘅。咁起初導師咧就會透過一啲 imagination 帶領唔同嘅組員穿過一個森林啦，然之後大家不斷去幻想自己嗰棵樹到底係咩嘅形象。咁我就隨住我當時嘅想法就做咗一棵樹，而喺樹嘅側根咧，我就用一條短短嘅絲帶圍住。咁我就形容棵樹咧就係我嘅伴侶啦，而棵絲帶就係我自己。透過想像啊，透過分享啊，將自己內心嘅想法投射喺件作品度。所以你完成咗之後，你會覺得嗰件作品好似自己，而嗰個作品亦都可以解釋到自己。成個陶藝嘅過程其實係重新組合翻我自己嘅人生。今次嘅學習梗係會深入好多啦。始終以前初中嘅時候咧，都係大班40人，咁老師其實能夠教嘅嘢都係好有限嘅，只能夠教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，例如對住一個物件嚟畫嘅，或者係對住一個卡通人物嚟畫一個公仔出嚟，好少會從自己嘅內心啊感受去表達。發掘自己嘅，而今次咧其實比較着重一啲內心性少少。其實我成個過程都非常隨意嘅，即係邊一度點亮下嗰啲顏色咁樣就點亮下咁樣。從個過程去得著到原來藝術係有一種培養自己由內到外嘅性格啊，或者係重新塑造自己嘅。人生啊，咁樣。咁我嗰個作品咧嘅，即係因為係信作為一個主題啦，咁我定立嘅收信人咧就係我教會入邊團契嘅朋友嘅，因為我係即係基督徒啦，但係咧我又參與一啲支持同志嘅活動，咁可能佢哋會唔了解點解我會咁樣做嘅，咁所以我就一直都有啲嘢想即係想解釋，但係咧冇機會或者係自己唔夠勇氣去講啦，咁所以我就想。用呢一次嘅機會咧，就寫一封信俾佢哋。嗰封
封信咧，其實係可以用任何嘅形式整出嚟嘅。導師都俾咗好多嘅指引我哋嘅整信件之前嘅步驟咧，佢就用咗一連串嘅活動啦，譬如叫我哋嘗試改變一張紙嘅形狀，佢嘅形態，譬如用火燒嘅方法啊，或者係摺嘅方法咧，就去表達出唔同嘅感覺。咁所以封信嘅形式咧，就俾我哋傳統係就咁書寫出嚟咧，係有一種比較創新嘅形式出現。咁我個作品咧就主要係用五種顏色嘅紙係拼貼埋一齊嘅，咁就係綠色、黑色、紅色、白色同埋黃色嘅。咁呢五隻顏色咧就係基督徒成日去傳福音嘅時候都會用到嘅工具啦，咁就叫做五色福音。綠色咧就係象徵住神創造天地啦，咁我就喺嗰一部分咧就畫咗一個代表性小眾嘅綠隻顏色嘅彩虹，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性別組合嘅情侶啦，咁就好開心咁樣。咁去到黑色嗰一部分咧，其實就係象徵罪惡嘅。喺我背景嗰度，我就用咗比較色彩繽紛嘅顏色咧，係油咗個背景啦，然後喺上邊咧就有一啲黑色嘅膠紙貼咗上去。在最上邊嗰層咧，我就用黑色嘅 marker 寫咗好多經常被用嚟攻擊同志嘅經文，咁就寫咗喺上邊，咁就表達出好多人就用咗呢啲手法去攻擊同志。天父咧係創造咗好多種唔同嘅人啦，有異性戀嘅人，有同志咁樣。其實大家可以好和諧咁樣相處，喺一個好有愛嘅環境之下。我就想用翻一個佢哋經常攞嚟講福音、講愛嘅一種手法，講翻俾佢哋知，其實我哋嘅信仰應該係點樣樣。其實我會覺得藝術係比起文字，的確係一種比較含蓄嘅方法去表達自己嘅感受。咁其實咧，我一直都係一個冇乜藝術細胞嘅人嚟嘅。就算今次嘅作品啦，我畫嘅畫都係好幼稚嘅，即係好似小朋友畫嘅畫咁。咁但係同時咧，如果你要我寫即係用文字去赤裸裸咁樣寫出自己嘅感受咧，我係覺得更加尷尬。咁所以咧，用一個類似畫作或者拼貼方法做成嘅信件咧，係令我更加敢於去將我想表達嘅嘢去表達出嚟。